大家好，现在要讨论一些跟乐风有关的事情。如果你对乐风已经有非常坚强的见解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直接跳过这支影片。事情是这样子的，今天我收到一个以前的老学生，他发一个讯息问我，等一下我回复在影片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讯息的内容。他问一些跟乐风有关的，在讨论乐风之前，我想要说明，音乐其实跟饮食跟料理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要去吃一道菜，或者是你想要学料理的时候，你会去设定一个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料理，然后只是因为它的名字，你就想要去学吗？你能想象一个从来没有吃过尼泊尔料理的人，就想说，嗯，我想要去学尼泊尔料理，也因此我才开始去。 去学习尼泊尔料理，去研究它的内容啊，它的特色啊，它的历史文化传承这些，听起来不太对劲，对不对？通常是你吃到某些你很喜欢的东西，例如日本料理，例如呃法式料理，或者是经典台菜，或者是川菜啊、哦、之类的。 然后经过各式各样的尝试之后，你会发现你特别喜欢某一种风格的味道，也因此你会开始去研究，甚至想要去试试看自己在家里面做，把自己喜欢的那种味道从自己家里厨房做出来，大概是这样子的事情。音乐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们还没有听到某些音乐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只有一个名词。 然后就对这个名词产生兴趣，我想要听这个东西。这个乍听之下有点匪夷所思，但是如果你从呃音乐是一种商品、商品化音乐或者是流行音乐的角度来看，好像就不太觉得奇怪了。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这里面真正碰触到的是音乐商品化的这个本质。在流行音乐的范畴来说，其实音乐是一个一个产业嘛，它必须养活很多人，包含。 乐风的存在其实相当程度，它也是让一些乐评有饭吃而已，写一些或者是的文章。当然，里面可能有一些是品质还不错的，但是大部分我觉得写的这些叙述跟内容并不是不对，但是它没有存在的必要。怎么说呢？今天我要回答的这些呃，这个老学生的问题，里面讲到 Nail Soul 啊、呃，这个是什么东西？它为什么跟 RMB？ 会被区分成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先从 RMB 到底是什么来说好了。你如果去看网络啊，或者是看一些书，你可能会看到 RMB 的意思是 Rhythm and Blues，哦，节奏与蓝调。那这一个，嗯，好像没办法告诉你一个真正明确的答案。那我要说一下 RMB 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 我们通常在说 RMB 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就是依照你现在听到的格莱美奖颁奖的这些音乐内容，可能就是呃，每个人想的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饶舌的成分多一点，有的人可能会是一些唱歌的比较激情、比较多呐喊的成分的音乐多一点啊、呃，不一定每个人所想的内容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又大致方向相同。 很久以前，美国的唱片产业有一份杂志，有一份刊物是给唱片行所使用的。应该说，业界内的人士最近新出了什么音乐，然后这些音乐的唱片的销售量有多少，这个会让一些地区型的唱片行的老板、一些经营者知道他们应该要进什么样的新唱片。例如说你，你你所住的地方是黑人社区，比较靠近黑人社区的唱片行。 你大概就会想要知道哪些相关的音乐是你客户比较会上门买的，因为可能在黑人社区里面听古典音乐的人会比较少。例如说，你是在中西部的的地区，可能你会想要听的是类似乡村音乐风味的音乐比较多。哦，你的客户也会想要买这一类的唱片。所以，由于唱片行所在的地点不同，他们想要进的货以及他们比较好卖的唱片的那些属性都不太一样，所以他们需要一份刊物。 来告诉大家最近新出了哪些唱片，然后这些唱片分别属于什么乐风，以及这些唱片受欢迎的程度。你不要已经红起来了，结果你还没跟上。所以，当你发现有一张唱片一出来就大卖，那你马上就知道你应该要多下一点单，大概是这类的事情。它是有助于业界内的，呃，特别是唱片行去经营的时候，去作为下单的凭据。 那这样子的一份刊物，它在做乐风的分类的时候，在早期它是分成三大类。这三大类具体的名称，一个是种族唱片。所谓的种族唱片，就是指黑人音乐，只要是黑人做出来的音乐，我管你是什么风格，一律都叫做种族唱片。然后只要是呃乡巴佬听的音乐，我就一律称为乡巴佬音乐。 嗯，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只要是高尚的，或者是比较有钱的、钱最多的那一群，呃，主流消费者，这时候他们才会有一个呃主流音乐的类别，叫做呃叫做 mainstream pop，就是主流音乐，就是这样子了。字面上就是这个意思。一直到后来，才有这样子的刊物记者去认为这样子的名称并不妥，因为它指指了一些种族歧视跟社会阶层的歧视，所以把这个。 种族唱片这个名称啊，这个是一种分类，把它改成叫做嗯叫做节奏与蓝调，也就是 Rhythm and Blues。但 Rhythm and Blues 意思就是说，相对于那当时那种种族隔阂很大的那个美国社会，他们所听到的会觉得说，这些黑人音乐节奏都好强，很酷，所以他们感受到的是很明确的节奏性以及好多的蓝调，所以就叫做 Rhythm and Blues。 是这样子而来的，所以泛指所有的黑人音乐都可以被称为 rhythm and blues，也就是 RMB。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 RMB 是什么音乐风格，嗯、呃，技术上来说你不能说它错，但是 RMB 的名称其实是为了一个唱片分类而产生的。啊，至于呃那个乡巴佬音乐后来改名就叫做 country and west，基于这一个我们知道 RMB 是这样子的属性出来的。 在漫长的音乐的发展时间当中，有很多的音乐，因为黑人做出来的音乐被归类在 R&B m 的范畴，所以 R&B m 你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一种音乐上的文化现象。导致为什么有人认为 R&B m 的成分会饶舌多一点，有的人可能会是 soul 多一点，有的人可能是 funky 的东西多一点啊，事实上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啊，这些都是 R&B m 的范畴，也因此我们说 R&B m 乐风基本上就。 非常的广大，在这个基础之下，我们再来讨论 nail soul 哦。在讲 nail soul 之前，我们就应该先讲一下 soul 这个东西是什么。soul 就是灵魂乐嘛，书籍或者是一些网络上的一些文章的说明，都是说呃发自灵魂的呐喊啊，这些嗯这些形容，但是听起来好像很很不容易被理解，对不对？ 我认为不容易理解、不容易感受到灵魂乐是什么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因为录音跟现场的差别，现场的那种情绪经过录音之后比较不容易被感受到。你可以想象一下，今天如果你的老妈或者是你老爸或你学校老师在骂你的时候，有人用手机拍下来，经由那个手机来看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没有那么凶了，没有那么有压力了。可是，在现场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压力是。 比较有临场感的压力比较大哦，所以也一样在某些情绪的传达上面，在现场比较能够感受到那个差异。所以当乐评在现场觉得哇，这个音乐真是出自灵魂，这么的有强大的渲染力，他写下来的。可是问题是，透过了录音在被听到的时候，人家可能觉得，欸、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有感染力，哎。更何况有的人他是透过、呃、文字，从网络上的文章或者是书籍上面看到，哦。 发自灵魂的呐喊很难体会，对不对？因为你不在现场嘛。第二个不容易感受到瘦的原因，是因为跟人种文化跟语言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得出来，我是黄种人，大部分的黄种人社会，我说的大部分哦，不是全部啊、哦，是比较内敛，稍微有一点压抑一点的，相较于黑人社群来说，是在情绪表达上面比较没有那么外放。 所以我们在一些歌曲的情绪的表达方式是比较含蓄、比较内敛。我们要做到灵魂乐或感受到灵魂乐里面的那种内容，比较不容易哦。这是文化的差、语言文化的差异。但是我还是有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去体会。我现在要用同样一句话，但是用两个不一样的口气来说啊，请各位听听看。这句话是：你干什么东西呀、啊？跟你干什么东西呀、啊？啊，这实在太难了。 你干什么东西啊？当你非常非常的愤怒，或者是我真的很愤怒，你可以感受到的那一种情绪。当我唱出，或者是我说出“你干什么东西啊”，我如果是用现在这样子温和的方式，“你干什么东西啊”，其实你不会觉得这是发自灵魂的深处的，很从情绪的底部去释放出来的那一种话或者那一种歌词。但是如果我真的有那个情绪，也真的说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你可以判断的出来。因此。 所谓的灵魂乐，他们说那一种嘶喊、那一种呐喊，事实上重点是在于有没有发自你的内心。我相信你是可以感受得出来的。例如“哦、oh, 呜、uh, uh ”这样子的歌词，我这样唱你会觉得很很鸟嘛？例如说“呜”。 很平，对不对？因为我唱歌没有什么渲染力。但是如果是一个渲染力比较强的人，你听他唱歌，你觉得哦，他好像真的就是那个情绪，他就是有那个情感可以呜的出来。所以一样的呜呜呜，你会发现，呃，那个语气差别是很大的。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能够了解到所谓的灵魂乐，差别在于语气，能够释放出那种情绪以及那种语气的，就叫做 soul。 他这样子称呼，也就是说，from heart，from soul，他这个音乐，他的唱，这个弹奏，他的整个表现是从灵魂深处里面释放出来的。所以，关键是语气，绝对不是歌词有没有呜，有没有啊，也不是说呃字面上的意思，嗯，他他用什么样子的唱法，或用什什么样的音，关键都在于语气。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所以你也必须要知道，soul 它有可能会同时与其他的音乐风格存在。 例如说，他唱的是 blues，但是他的唱法非常的 soul；他唱的 funky，他的唱法非常的 soul、嗯、大概是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基于这一点再来看，所以就器乐的部分，其实比较难表现出那种 soul 的那种成分。但是有一些乐器的声音，它的音色天生比较特别，例如说像 organ，一些风琴，它的音色加上它也很适合在。 某些灵魂乐比较常出现的一些风格里面，呃，作为乐器伴奏，也因此，当这样子的器乐的声音出现的时候，比较容易让我们有 soul 的感觉哦。也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 tone 比较 soul 这个音色，但是跟真正的 soul 的本质是那种 from heart 从你的心里面唱出来的那个那个意思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算是一种衍生出来的变化。 除了跟这个它本身的音色有有关联之外，呃，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风琴的伴奏很常出现在教堂。教堂我们会扯到一个东西叫做 gospel，就是福音歌曲。早期的黑人社群他们在美国的社会里面是比较被被压抑的一群，他们的很多的活动啊，比较能够敞开心胸，比较能够放开来唱或者是说或来放开来表达的环境，很多是在呃教堂里面的场合，所以。 他们在里面唱的那些歌，当然我这样子说哦，Gospel 是很还还有很多的元素。但是我现在想想要讲的是，所以他们在唱的在教堂里面唱的这些歌叫 Gospel 啊福音歌曲。他们在唱的时候很容易让人家有感受到那一种 from heart，所以比较 soul 的感觉。所以你说灵魂乐它跟福音歌曲是两个分开的吗？不是哦，灵魂乐跟 呃，蓝调是分开的吗？也不是哦，懂我意思吗？它是一种一种形容，可以兼容于各种乐风啊，是这样子的事情。那当然，我们在字面上来讨论灵魂乐，或者是在电脑上面输入灵魂乐，我们要搜寻灵魂乐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跳出来的东西会是什么啊？Marvin Gay 啊、e,，像这样子的的歌手，或者是 a l Green 啊，像这样子的歌手。那因为当时他们在 呃，黑人音乐的市场里面是比较比较主流啊、哦，而且唱的是其实是以主流音乐或者是说商品化的音乐，你也可以说是比较嗯比较多情歌为主，但是他们的唱法非常的 soul 啊、哦，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他们的那他们的啊，当然 a l Green 跟 Marvin Gay 他们两个人唱法其实很不一样，但是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都是很从灵魂深处里面释放出来的那种唱法。 嗯、你可以去感受到这种 s o 的感觉。我们大部分讲的那种很纯的 s o 指的是反而是这个方向比较多，比较多情感类的抒情歌曲类的会比较多一点。好，那现在来讲一下 nail soul。nail soul 在我的认知，以我的角度来说，事实上我相信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了，它在器乐的编制或者是呃旋律的走法很多方面，事实上跟 跟 RNB 里面的其他细分的风格里面的音乐根本就没什么差别。那所以我要呼应一下前面我说的，这个名词的产生，很多时候，嗯，只是某一个呃乐评他为了形容某些很优秀的音乐家或某一种新生代的音乐家，他必须要给他一个形容，也许这个名词就这样出现了。好，对于很多过去的音乐风格是这样子的。那一样，为了要让乐评有饭吃，Nail Soul 的名词出现了，但是 Nail Soul 跟旧的 R&B 的音乐有什么不一样呢？或者是说跟旧的 Soul 有什么不一样呢？基本上，Nail Soul，我觉得它的，呃，你可以说它的，嗯，音色上面不太一样。这除了乐器一直演一直演进以外，啊，器乐的音色不太一样，还有一部分就是编曲的手法也会更加的进化。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你会的和弦的复杂程度跟丰富程度，你运用它的灵活程度比。 三四十年前的老乐手来的多，或比他们灵活，是蛮正常的事情吧？哦，但是你唱的东西，你所运用的那些精神内涵其实是一样的哦，所以这是我对对于 Nail Soul 的看法是这样子的。这也有一点像是呃，我们再回到料理，这有一点像是饮食跟料理一样，你现在所做的嗯、呃、蛋黄酥好了。 或你现在所做的绿豆碰，跟以前的古早味的绿豆碰或蛋黄酥，我讲那些不管是在甜味啊、咸度啊，那调味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在精神跟意涵上面，它们是一样的东西。你们懂我意思吗？你的烘焙的器具可能是不一样的，你烘烤的出来的产品的尺寸大小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它的盐、油、糖的比例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只要一入口，你就知道这个在精神在意涵上面，其实它们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你可以说它是，嗯、呃，也许有个饮食评论家，就是新时代蛋黄酥或新时代的。好，所以我们在看待 Nils o u l 我觉得这样子的事情，这样的事物，我觉得其实不需要太过的严肃。毕竟你要回归到音乐的本质，你喜不喜欢这个音乐，以及当你在创作的时候，你想要在你脑海中应该要先有一些声响，你想到的是什么声音，然后再用你手边的器材想办法把这个声音给做出来。 又或者是你已经很具体的知道，例如说 Nailsoul 它是什么，我想要做出这样的音色，那你要去这样子就是另外一件事了，你要去多了解你的器材以及各种参数的设定。那至于是和弦方面这些弹奏的一些基础能力跟乐理，在课程里面会慢慢的就会接触到了。好，今天都讲到这里喽。我补充一下，也因此如果你想要做出 Nailsoul 这个音乐风格， 的作品的话，你要想想看蛋黄酥这件事情。当你想要做出蛋黄酥，你心里面想的是蛋黄酥，但是你已经知道在意识上面、在概念上面，蛋黄酥是什么样子的东西了。但是它很难被用字面具体的形容出来。如果蛋黄酥，你把它形容成是油跟面粉、奶油的混合物，中间包的蛋黄以及豆沙这样子的。 呃，字面上的形容，光是看这个字面形容，你是无法去体会出来的。你只有真正吃过，而且吃过够多，你累积了足够的蛋黄酥经验值，你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概念。当你实际上制作的时候，你用的器具，即使是非传统器具，你用的调味方法，甚至你可以加一些新的料，加了一些新的呃一些素材、新的香料，但是它的概念。 仍然会让人家觉得那是蛋黄酥，因为重点是那个蛋黄酥概念。好，那话说回，so l now so，l 当你很具体的知道 RMB 的概念是什么，以及你要做的这个音乐的概念，它的核心的精神是什么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器材来做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例如，你想要加一些合成器的音色，你想要加一些呃传统的音色，或者是更新的。 你想得到的、没有人做过的音色，你都可以加进去。但是你想要呈现的那个音乐的概念是 soul，是 RMB，那基本上你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会偏离那个本质的。你的概念是正确的，做出来的东西就不会有问题。所以你说我们这种从小生长在封建环境的小孩来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表达到那一点，真的是蛮困难的。 但是不不是做不到，但是会蛮有蛮有障碍的，要需要克服的东西比较多。